GD750 系列搅拌、砂磨、分散多用机，是一款非常适合研发工程师快速研制小批量涂料、油墨样品的多功能机。该产品具有以下特点：高品质属龙电机加变频器矢量控制，扭矩大，同心度高，噪音低，转速稳定。编码器调速，寿命长，调速精度高，可以保存或者快速清零设置的速度。主要零部件均采用全不锈钢制造，耐腐蚀。特殊结构的升降杆设计，升降时更顺畅。标配升降高度标尺，方便用户准确调节升降高度。手拧锁紧固定环与空心管为焊接工艺，锁紧后不会滑落。夹层料桶采用整体模具制造，不泄漏。腕底为圆弧底，可彻底清洗罐内残余物料。料桶冷却水进出口均配有快速接头，方便实验人员快速插拔冷却水管。标配两个不同尺寸的砂磨盘均采用高耐磨材料制成，使用寿命更长。标配四个不同尺寸的分散盘，包括专门针对低粘体系的开孔分散盘和针对高粘体系的重型分散盘，有550瓦和750瓦两种型号可选。每个产品出厂前都要经过最严格的标准生产质检和 QC 专业质检两道检验程序，确保能通过第三方计量检定。